好，那么今天看到这也是最后一首歌，我们今天的惩罚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呢要谢谢各位来看我们演出的朋友们，给自己一个掌声。再来，我们要谢谢我们最感谢的雅慧老师。如果没有雅慧老师的话，我们可能不会有现在今天这么样的演出。可能我们当初只是个10个小毛头而已，是老师带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干部。我们会希望大家成为老师心目中称职的干部。我们谢谢老师。然后今天还有担任很重要一环的，就是我们的佩贤老师，还有我们的 PA 大哥。如果没有这么好的音响设备，相信各位也没有办法享受到这场音乐盛宴。我们谢谢佩贤老师跟 PA 大哥。好，那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吉爱吉他社其实是一个大家庭啊，有很多外校友社，还有9A的学长姐们也都有回来看我们。我们在做歌的过程中呢，也有许多学长姐给了我们许多意见，我们才有更好的表现可以呈现给大家，请给自己一个掌声。最后，谢谢各位来看我们的亲朋好友，以及各位的家长、弟弟、姐姐、妹妹、阿姨、因为大家都很辛苦，1月1号还要跑来这里看我们的惩罚，那我们给自己最后一个掌声。现在就是我们的社歌时间，那请学员们跟我们一起到台上来唱社歌。那有谁可以？他们可以拿着 GoPro， 然后在现场。那现在我们开始准备要我们社歌时间。哦，在现场的那些人。你等一下会，对，你等一下会唱吗？那你就一边唱一边拍拍，就是拍两个人。虽然我觉得有点冒险，可是这是一个记录。就是类似拍他们正面，绕一圈。对，绕一圈就是近一点点，因为 GoPro 其实蛮远。你敢这么大声？那你问一下。在夕阳西下，我依然伫立在沙滩，黑曜的衣服恰似那海浪声，欣赏着
Thank you.
们明年40届，大家再见，耶！Good night。不要在通道上面拍照，就外面也可以拍照这样，然后以免影响到整个交通，然后也不要重要器材，不然会造成危险。真的很谢谢大家今天可以来每一周年暨三十届成果发表会，祝大家在回家路上就是一路顺风，不会有红灯，然后公车有位置，对，耶，然后耶，公车没有位置，太棒了。我们是。39届，然后还有一点，最后一点，就大家回家不要太想我 ，OK， 不要太想我，对，然后一中39届成果发表会，一中明基39届成果发表会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